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以任何借口、任何形式同台湾当局开展官方往来。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立即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，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和接触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我们也要正告台湾当局，任何挟洋自重、以美谋独、破坏两岸关系的图谋，注定不会得逞。